悉达多王子自小力大无穷，曾一剑贯穿金银铜铁等七种材质的大鼓。更单手抛向过城头，而后接住，不让大象受伤分毫，从而受到四方民众的崇拜爱戴。2月初8，悉达多王子接受四海水灌顶之礼，成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。各位，今年看样子又是好年成。是啊是啊，这不是大王上法治国的结果呀。这些人真是太辛苦了，为了吃饱肚子而每天干着这样的活计。唉，太子有所不知，祖上至今我王堪称明君，这些农民没有沉重的赋税，生活还是很有保证的。再者，生活这世间，谁人不辛苦不劳作呢？父王，各位大臣，我到那里休息一下，你们可以先走，我随后会追赶你们的。这荒郊野外要是有歹人野兽，殿下如何应对？丞相，歹人野兽可比大象。那就好，你们只管先走一步，我随后便去。太子不是说稍后便来，此时已经日落时分，他在哪里？是啊，太子呢？你看到了吗？没看到，哎，快快去找。陛下，丞相，
太子在那里端坐，哦，看样子好像在坐禅呢。孩子那么小，懂得什么是坐禅，切勿胡说。就是坐禅，看，那树枝树叶竟然自动摆动，为太子遮阴。孩子，你在这里坐着想到了什么呢？父亲，我看到鸟儿们争食土中小虫，看到了三界当中弱肉强食，痛苦无量，心中极大的不忍呢。阿斯陀尊者的话要成真吗？啊，我不能失去我的儿子，不能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悉达多，你要成为这阎浮提乃至于这三界最智慧者，我波旬是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净饭王，净饭王，我的话你思量，人间离别最为苦，好比钝刀割肝肠，好比热油中沐浴，了无再生之希望。想要留住太子并不难，其间四季殿，身国多铺张。净饭王恐惧太子悉达多出家修行，变化巨资打造四季殿，冬暖夏凉宜人心神，且安置大量歌女舞女，想要迷失太子出家之心。这样过了十年后，太子十七岁，净饭王观察太子清净无为，便将摩诃那摩的女儿耶输陀罗嫁给太子，想要彻底断了太子出家的心。他派人观察太子悉达多是否和太子妃行男女之事，只可惜事与愿违，太子仍然超然脱俗，不曾动凡人心思。
有后代，迦毗罗卫何以传承下去呢？陛下，太子自从十年前出宫榆树下坐禅之后，有十年没有出宫去了。这十年外边变化甚大，不如这样，既然陛下同意，不如现在就开始计划如何。殿下，您在这四季殿有十年了吧？外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您可知道呢？不曾知道，这世间一切皆是苦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最终都会化为虚无。我嫁给您一年，连这四季殿的大门不曾出去过，我都要憋闷死了。不如殿下今日陪我到城中走走可好？这凡俗的城市街道，那劳劳碌碌的众生，看后心中真是痛苦啊。太子殿下，您十年未曾走出这四季殿，新生的后辈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国王长成什么样子，这不太好吧？再者，听闻城中来了一位超凡的修行者，太子难道不想认识吗？是吗？一般超凡的修行者都有智慧，我应该去认识一下。